南无龙宏慧祥护菩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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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。八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五经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经大德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咱继续要过来甲各位研究金山义者龙宏宝藏，请各位从经翻开五十一页。五十一页，头前面算倒过来第三段。六欲得道，当依佛语，唯义得者，无有是处。一切众生为佛语故，所以轮转三途，必应众苦。若如佛语，多无修习，轻易诸法，如求超然，勿使一生无所得也。这段文的劝勉，头前面咱有讲淡薄，就是讲教咱爱随顺佛教咱教的话去精进。咱若是违背了佛所教的方法，你讲你会当得到无有即个代志，所以讲一切众生，如果讲你若是呢无照佛的方法去修，当然你就毋惊因果啊，你就呢有高兴啊，我要安怎就要甲安怎啊，你管我，对吧？因为即款人就是人讲的，毋知死活啊，毋知死活，当然伊违背佛祖所讲的，每一工杀到淫妄，只要他高兴，只要他会快活，所以所做的业地数将来就要轮转三途，必应众苦啊！各位，大地众生哦，真正是业色茫茫啊！每一工呢，拢互这个业界逼甲安尼走投无路呢。各位，只要你违背佛陀所讲的话，你一定是会去做罪嘛。啊，那你去做罪呢？譬如讲啊，你若对地角去一千年，去做鬼一千年，搁做众生一千年，啊，各位，跳出跳不是几时休啊？轮回呢，三途是何日尽啊？所以受了遮的痛苦呢，各位，毋是遐简单哦。你若去地角中呢，爱受着多多之苦。因为地角就是有恶主会甲你行啊，恶主甲你行地的时阵是拢牙刀牙剑牙枪啊。那么迄种的痛苦呢，一千劫呢，一千年、一千劫的时间呢，离了后安尼出来，唔是就煞哦，爱阁对五鬼道去。五鬼呢爱受着啥物苦？受着火烧的苦啊！你看鬼。伊巴肚枵，枵甲发火，嘴开就吐火。伊五脏六腑呢，拢火咧烧。迄种呢，可怜。所以鬼要哪会好看？鬼当然是介痛苦啊，狰狞啊。迄、那个面上，迄、那个面呢，是安尼吼，真正讲个痛苦万般。水一滴水，一粒物件都无法度食落去，搁再来火伫咧甲烧。你讲做鬼甘遐快活？嗯，啊，人迄鬼嘛是有福报的鬼啊，有福报的鬼就是去伫做伫阎罗王迄个地角内底，伫咧刑法遐，迄有哪嘛是爱照刑呢？啊，你讲啊，鬼道的众生有啊，有福道、有福德的鬼，伊就去做山神土地啊，伊去呢？
做啥？做迄个人地方的即个呢庙啊寺内底，伊去遐呢讨食，即就是讲，讲伫轨道内底呢，比较着伊有福德的，有福会当讨食。啊，若是咧讲的讲五轨道呢，毋是咧讲人间的轨道哦，人间有轨道，人间有鬼。但是来到人间做鬼的鬼，拢是叫做有福报的。伊会当帮人间的人食一寡人间的饮食。啊，若是咧讲五鬼，就是伫五鬼道中，鬼伊有另外一道，伊这道内底，迄真正讲的哦，也无水通食，也无物件通食，几百劫、几千劫。就是安尼妖姬哥，为什么？下面咱若讲到《仙歌报》就会讲到哦，哦，啊，鬼一千劫那了，接末了，毋是做满哦，爱阁累，对倒去，对畜生道中去。畜生就是有大只、细只，有毛的、无毛的，会飞袂飞，有迄落呢，水底有山顶的。一堆呢，畜生都是最烦的呢。迄哦，微细昆虫，迄详细，啊，搁有迄个早时出世，阴暗都死的呢。所以伫畜生道内底，总是啦，爱受着啥物苦，爱受着呢，风台风刮，老火之苦啊。做众生，如果讲你来到人间做众生，你若有欠人的长底，你爱去互亲金亲娘呢？你如果若是呢，毋是欠互人间呢，你欠互你其他的众生的互相吞食啊。总是做众生，实在讲起来嘛是可怜。你若看讨海人咧掠鱼，迄个鱼较大尾，伊都有才调去甲掠来。但是你看伊掠一尾鱼，土土也好啦，或者是讲石斑也好啦，迄鱼拢足大足大。但是你要掠伊上岸呢，你爱甲伊拍喷呢。啊，你是用啥有才调，甲一尾鱼遮大尾鱼安尼甲伊网起来，因为。你迄个呢，毋是三骹咧呢，画四五骹，迄梯啊，啊做勾勾，啊什么呢？迄鱼吞落去，怎对哪喉，怎甲勾起来？啊，所以你甲救伊，疼疼拍喷流血，啊安尼，所以伊最后都爱受着人家拍袂，故意。凡是对去三毒的众生。拢叫做比应众苦，种种的痛苦，迄拢是无共款的遭遇啦。你若是伫地狱中呢，各位也是不好过、哦。地狱有八寒八热，有五百个世间的地狱，地狱内底有十八无间地狱，遐个地狱内底呢？拢是刑罚罪人，有刀山，有剑树，有河通，有路炭。啊，各位，毋通戆戆啦！啊，若讲着安怎啦？讲，哼，我咧惊啥？对地角就地角啦，啊来去是安怎？各位，毋是要去观光旅行呢？你甲看咱最近游览车发火。迄个大陆来咱台湾佚佗，要转去的人，迄二十几个挂司机、挂导游，哇哇着踮咧迄个游览车底，安尼浓烟呛死，呛死，搁再刷入去呢，搁火火烧个路路，安尼有哀声惨叫，有啥物人救会着？但是地狱中的苦，甲咱这看会着，这无共，这安尼小事，你看伊无着艰苦啊？但是伫地狱内底吼，你即马现行刑罚现死，一阵风佫甲你吹过，你佫爬起来，你佫活，佫出世一届啊呢？啊，你一活起来，
这恶尊就过来啊。所以一天内底差不多爱死几千万遍，活几千万遍，叫做无间啊！无间就是无休困的啊，未使休困啊，没有一点空隙，互你休困。讲，哎呦，你我家现在无毛啊，喘一气，歹势，无喘气的余地，所以故意。啊，若是五鬼呢？五鬼的机会呢？会甲你烧身躯啊，所以你不闻众水之名啊。鬼啦，如果讲鬼是比咱搁较有神通的呢，咱无呢，鬼有呢，有五通呢。今仔鬼的业报，若讲，四大海水，迄大海水一堆，我卡咧惊无水通食，对无？歹势，业力的关系。咱看到海水，讲哇，好清凉哦，好绿哦。好美哦！你一声就甲载落去。各位，鬼道的众生看到海水变成啥？规个拢人拢火，伊毋敢落呢，伊嘛毋敢食呢，因为伊目睭看去，伊的业力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但是你若挖迄个海边，大鬼就倒中就甲拱，啊甲拍。所以走都袂离啊，哪敢去食到迄个一滴水？莫怪呢，叫做五鬼，就是无一滴水通有机会通食呢。啊，那畜生道呢，富者含冤呐，披毛戴角啊，衣力僵硬呐。各位，众生就是要来行人的罪，大者就是欠较济，细尾就是欠较少。啊！你既然是欠人一寡债务，所以讲，啊，就爱甲你皮嘛要卖，肉嘛要卖，毛嘛要卖，连屎人嘛要卖。你甲看做众生的时阵啊，迄时呢，爱供应人要顶呢。啊，肉就搁呢，袂予人看要煎、要煮、要卤、要甲伊晒干，你搁看人呢。所以各位，家属讲啦，会当依靠佛陀所讲的话，各位当然啊，勇猛精进啦，不休不息啊，勤修诸行种种的法门啦。毋通阁无爱相信因果啦！其实咱人活伫即个世间，逐天拢因果现前呢。如是因，如是果啊！你安怎做，你的结果你着看会到啊！哪有伊着看袂到你的结果？你分担结果，你着吞烂，对无？你骨力结果，你着趁钱啊！哪会无结？哪会无因果？因果是明明白白的。所以各位，咱佛是教咱讲，不管在家出家，恁来到这个世间做人，咱都是为着事业，爱做正业，袂使做邪业。啊，咱呢有钱，咱会得生活，咱就爱好好修行，护持三宝。所以伫这个世间呢，你可比亲像啥？火烧到目眉。一刻嘛不容许你缓慢呢，火烧到脚顶，你还阁唔走吗？还唔行吗？啊，你会烧死啊未啊？所以我们要跑得很快，咱袂当呢悠悠扬扬呢，啊，慢慢啊来啦，啊，不急吧。各位，慢慢啊来，你去哦，火烧死哦，你会烧到呢焦头烂额哦。你吼会丧失你的性命，所以这个内底跟你讲，佛佛就是不可以，袂使乎你这个宝贵的性命，你枉费来这个世间走一转。咱来这个世间，虽然咱时常常来讲啦，世间就是大乐觉嘛。啊，你都有冤亲债主，所以你就去娶、去嫁嘛，去生嘛，一堆嘛。啊，你既然生有一堆，当然就要行啊。这就是苦啊，苦到当时，毋免烦恼钱，嘛还阁烦恼
大小的平安。啊，所以咱呢，一个家庭内底，就一直烦恼，烦恼到目睭客气去讲。安尼就算吗？无一定。如果你若足执着，哦，你介执着呢？你足疼子孙，你烦恼你的子，烦恼你的孙，安尼你爱搁离迄个，爱搁来，你爱搁离遐烦恼，离遐操。所以故意教咱讲吼，来这个世间呢，就可比亲像入了这个宝山，宝山内底入来。入来金毛山宝贵的山内底，凊彩嘛爱揢一项啊宝来当，你卡咧空花手咧？你入宝山入来，咱玄鸟也好，啊红宝鸟嘛好，咱揢一个出来，咱都会当换钱呀，对不？唔是啊，你入宝山啊出来啊手空空，啊哪呢？你家己食亏就足大咯，所以甲咱讲。你若无得到半项，你实在有够可惜的啦。那么这句的譬如是咧讲啥？讲咱这个世间，各位地到无分呢，天上佛祖嘛无去伫遐教化呢，干咱人间有佛菩萨来呢。啊，你来到这个世间呢，虽然苦食真济，啊，毋过你还佫有佛法。那么既然有佛法，就敢若有报嘛，八万四千的法门，就八万四千的报呢。啊，咱呢，这个报这么多来到这个世间呢，甲你引导、开导你，叫你怎么样去修。啊，你来到这个世间，既然知影，你就爱好好用功，你就爱好好行善。但是呢，有的人是，逐天拢咧做罪啦。所以障业缠身呐，啊，这个障业缠身的人，就是叫做啥？叫做自投罗网啦，白走一遮啦。你讲你食偌好，穿偌好，逐天拢来佚佗，足快乐吗？你到时候会交白见呢，因为是安那。你的光阴时间浪费掉了，少年为着家庭，为着事业。那么呢，浪费了半世人较低的光阴，到甲你老来退休，到甲你互囝来承担，这个后壁面只的时间就是你的。你若无要好好把握，日头落山是足紧的呢，瞬间就落去啊呢。所以咱若食到七十岁起来。后壁阁剩几年？无几年呢，很快啊！到时候呢，你讲我做到要死，我即世人呢拼到安尼有即个天地，我拼到有厝有财产，我啊食老要来去甲享受者，我逐天吼要来佚佗，要来去享受，要来开讲，你浪费太多的生命余光啦！到时死去了后，你去阎罗王遐会交白卷，没有功课，没有呢交卷，所以个各位人生若像安尼，实在讲起来是真可惜。所以咱俗语讲一句话：事业愈大，业愈大啦，你知无？你工课若愈多，咱的业力就愈大，啊业若大。佫无信佛，佫无拜佛，安尼你家想，你要靠啥？没有呢，无依无靠呢。钱是无常的啊，事业嘛无常的啊，家庭嘛无常啊。或者伊目睭客，遐拢别人个啊，倒一项是你的。只有你家己会晓布施、持戒，你会晓做功课，这就是你的啊。迄别人拢袂当甲你抢的。像你袂行，迄拢随身呐、啊。你行到底，你的功德拢对到底，所以你唔好戆戆想讲，哼，啊我拼到要死，啊这钱也唔敢享受，啊拢来报死，我咪戆个个。各位，戆个反倒拜就是啥，叫做巧个啊。戆个是戆个人在看，啊若佛祖甲你看，你是也有够巧，巧到安尼你甲看，对无？
啊，所以你当你往生了后，你遮的功德一五一十，拢总会使去。阎罗王遐拢会互你领呢，伊会甲你讲，讲你有偌济功德，啊，但是你较早嘛做袂少做，啊，你是安怎要来？你要来安怎甲这功德两项来甲伊抵消，甲伊抵消过？啊，着爱看你迄个时阵的心境。心境会当转变你的业。如果你若贪讲无喏，迄我用讲迄功德我的，我哪会使分予人？安尼，你就爱去受报。如果你若有菩萨的心肠，你讲袂要紧，我的功德拢分予人，人也要见我拢予伊。众生若平安，就超生就好，我袂要紧，我搁收落有。那安尼，你一定通过。你一定会给你保障，因为心量大，福报大嘛，事业大，业力大嘛，所以这个就是两面的啊。什么叫做因果？就是安尼叫做因果啊。你知影这种道理，你唔修，安尼你就是戆啊。好，下面咱阁进一步，看五十一页后壁面，算倒过来第三章。相宜人人顶一通切五体投地如大山平，方为有色神依来至于今日，经生父表力结亲缘。和尚阿舍利当坛尊敬，上中下座，信息淡悦，善恶知识。诸天诸仙护世四王，诸仙法恶守护持咒，五方梁王梁神八部，功德十方无穷无尽，一切众生归依世间大慈悲佛。下面五顶相宜，人人顶一通切哈。就是呢，咧讲咱逐个人参加即个龙凤法会啦，上龙凤参的人啦，或者是呢咧受持经典的人啦，咱大众爱互相互相顶一通切，就是讲互相一样有一个悲切的心。你安怎？迫切的心，你如果若无迫切的心，你无忏袂落呢，拜袂落呢。啊，是安怎着？还佫去拜茶？啊，要拜遐安尼拜遐，偌辛苦的呢？安尼一工叫人拜遐久。各位，做业无嫌辛苦啦，讲拜佛介辛苦啦。啊，拜佛呢，讲安尼好，安尼伤忝啦，吼。看迄落安尼毋免拜，遐无啦，有啦。你若爱遐吼，人讲吼。啊，你若爱迄毋免拜，会使啊，嘛是会使啦。啊，免拜，你要安怎消业？你讲，我可以让你不要拜，你就在那边，坐喺遐看人拜就好啊。安尼对你有啥物好处？所以咱若咧拜忏，咧做法会，钱出愈侪，拜愈忝呢。各位，啊，为什么？啊！你若无要甲阮犹太一下，阮出钱出较济来赞助即个法会，你毋都互阮安尼凉凉就好啊！啊！你叫阮直直拜，直直拜，各位，你若要凉凉嘛，足简单嘞，你敢知？啊，为什么我一直要叫你拜？什么原因？下一集我再甲你讲即个原因，互你听哈。下面咱就来回向，愿你出功德。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了欲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诸于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忏摩会上佛菩萨。